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这个战地记者啊，这边特别请到我们聪哥来，聪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Hey， 大家好，我是 Vince 聪。那想问一下聪哥，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稍微来闲聊一下，也算是想请教你说，用选手怎么看这些比赛？但第一个问题来，你觉得主播赛评是不是都在乱讲？你是指某个人吗？哦，你是 OK， 所以说先不管那个人是谁不好说，但是我们确定了 OK 是一个人就对了，对，单位数量是一嘛。OK， 好，那好，这边啊稍微危险了一点，不过没关系。你对于这几天的世界赛，你自己对于排组啊或是选手操作，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哦，没有，我相信大家要看得出来吧，那个树看起来一坨屎。你说那棵树是不是？对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 Bunny Hop 打起来跟鬼一样，每次都一场过来好像。我觉得好像有一个蛮大的差别是他带炸鸡耶。啊？你自己平常有在玩树吗？哦，没有，我觉得这牌很烂，真的很烂。你现在我很羡慕你都可以这样子讲话呢。你知道我前几天也是觉得树不会发挥的多，让我很意外。然后他也果不其然的。就走了嘛，还真的，还真的有。我想那 VOD 真的要看起来，我 Day One 的时候就有讲，我说入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多，对啊，那我在最后要问你啊，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带入？大家可能他们预期比较多偷肯德吧，因为入就只有打偷肯德真的比较好打而已。你觉得打盗贼不行吗？打盗贼不行啊，因为我当初在听的时候，蛮多人都说打盗贼扑到四只基本上很稳的。我觉得问题是因为那个。路的那个上限太低了，盗贼上限开起来就是那个节奏抢太凶了。OK， 对，确实好像就是什么贝斯加军七，对啊，然后台面一去就不复返了。对，那想问一下，也看过这么多选手，你可能没有办法记得每一个选手他师傅带什么，那你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带牌，就是可能几控加几块攻或是中速之类的配置，然后目的是什么？你有想过这问题吗？哦，我没想过哎。哦，真的假的？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蛮看得好 Bunny Hopper 的，我先奶一下他，也确实应该要有人来阻止他。他现在的气焰好像有点太猖狂。我觉得目前来说表现，就他真的打得比较好一点。那你认为呢？你认为刚才上一把，你觉得我自己是其实很好奇，顺便跟你请教一下，核对一下我的答案。因为上一把你也有看嘛，对不对？我看你也坐在场边，看了一半。OK， 那第一把你有看到吗？就是猎人那一场。哦，有。那猎人打入的那一把你怎么看？你觉得猎人的操作可以再更保守一些吗？猎人，其实我觉得他起手已经很好了。对啊，我记得他是双三吗？然后还猎头斧啊。对，然后也还有那个森林狼可以支援一下。但我不晓得为什么到最后好像一息之间。伤害就被补足了。对啊，可能还是放狗会比那个好用多了吧。放狗比哪一张？虽然说，就可能他那个三猫还是不太够了。等于说他哦，我懂你的意思。而且是因为他是后手啊，就在这种内战里面，那个先手太重要了。OK， 所以等于是。他的想法可能要再更长远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先解到一个量，然后开始慢慢把弹放掉，放狗一次拿回来，而不是慢慢一直跟到有一天跟不住了这样子。哦，对啊，因为一直就拿不回那个先手权。因为也包含说他最后的狗好像也只放了三条吧，就是好不容易等到放狗那一刻，反而发挥的没那么好。那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 Bunny Hopper 那一手，他两个追踪，然后那个嘛动物伙伴，然后击杀命令跟狂乱，真的是选狂乱吗？你觉得？对，那边我刚好没看到。那边刚好，打得不错哎，这个手牌打得不错哎。我们两个就是觉得什么好像怪怪的，好不好？好，没关系。如果之后日后还有机会的话，我再来请教，私底下再请教你那一手。我相信你应该会回去补 VOD 吧。好，好不好？好啦，那这边好也想最后来请问一下，你对于将来一些那个大师赛即将开打嘛，你之后会自己去单刀赴会吗？单刀赴会哦，没有了，就之后我比较多时间练牌，前阵子都在偷懒了。好，前阵子在偷懒，现在也差不多啊。现在大师赛刚好开打，正式接轨嘛。不过就是那能不能先也算是第一次在主赛上面先聊一下那个专精制的问题，也刚好你来了，刚好有一个技术的人来了，好不好？你说对那个赛制的感想？对对对，就是整个专精制整个营运起来跟我们现在在所使用的政府制差别是，又或者说你对于你自己来说，它是优势还是劣势的吗？哦，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就蛮有新鲜感的，目前还觉得蛮有新鲜感的。OK， 就可能政府
征服制打太久，我真的觉得很无聊。OK， 好，那预祝你之后的这个比赛成绩可以顺利。好，那这边也非常谢谢我们聪哥来接受我们这次的访问。那我们这边差不多就把现场交还给美丽主持人。